回望百年，香港经济风起云涌，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百年来香港财经风云人物涌现，一切的成就得来不易。吸取这百年的经验，正好帮助建设未来，持续香港人的投资本色。就等我们一起来回顾香港百年经济大事。根据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做的电话调查结果，由市民选出一百年来香港经济发展上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，依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，1999年中美达成中国加入世贸协议，1989年六四事件，1998年港府1200亿托市驱赶国际炒家，1973年嘅股灾，1972年葵涌货柜码头启用，2028年启德机场正式启用，1983年实行联系汇率制，港府拨出公共开支兴建大批公屋同埋徙置区。最主要都是金融风暴现在余波未了，所以大家首选觉得它是最重要。除此之外，似乎都是80年代、90年代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一点，即譬如是中英联合声明、六四事件、还有今年刚刚中国说会加入世贸，这些都是大家觉得是很重要的事件。时候觉得电车好大架，可能因为自己好细，以前听到电车的叮叮声，以为电车好快，可以去到好远，但是现在觉得好慢。其实是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就西装洋酒，二楼就化妆品啊，好多用。三楼就匹头，四楼就系啲唱机啊、首饰啊咁。五楼就系经理室同埋嗰个家私部。六楼就游乐场。光绪25年至到民国13年，所以是相当旧的历史。咁我头先一见咧，就见到啊呢、這个咧就系我的祖父马永灿先生。我哋嘅创办人咧系马应标先生啦。咁佢同我嘅关系咧就系讲起好奇怪，人哋以为话先师马家就全部一个大家族啊，有少少唔正确。我哋全部都系广东。中山沙涌人，但是就不是说个个都是有即是血统关系的。马应标先生，那他当时呢就是同埋我阿爷在澳洲掘金啦，就找到啲钱之后呢返嚟香港。咁在1900年嗰时呢就集资就成立咗呢间公司，首创是香港嘅华资百货公司。而我哋最特别嘅地方呢就是第一间不二价嘅公司。咁我哋家族嘅人數亦都唔係咁多，但係一向我哋嗰個作風咧，雖然話管理階層好似係姓馬，但係未必一定係某一個家族完全做曬，因為大家嘅股權都係不相伯仲啦。咁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大家族嘅高價子弟，我只係一個中等家庭出身嘅成員。我讀大學嗰陣時候，我一樣同政府借錢，我一樣做兼職嘅工，所以我一直都唔覺得自己是有什麼話特別的優勢在個社會上做事。現在那個每年的營業額是超過10億港元，對一個百貨公司來說，這些專門店是一個挺大的衝擊。買衣服有買衣服的店，買傢俬有傢俬的店，
一定需要嚟百貨公司，咁樣所以對我哋嘅生意咧幾大嘅影響。來佬掛牆，然後嗰啲本地比較適當價錢嗰啲就喺呢度附近，800多元，哇，好輕喎呢只。當年年代咁，大家對市民嘅信心唔係咁好，消費力弱。阿玲，好嘛你今日？嚟得好啊！近期呢兩年就有嗰個亞洲金融風暴，亦都打擊咗市民消費嘅信心。最近呢一兩年咧，我哋公司用咗啲電腦化咧，喺 check 貨方面咧就比較係快捷啲咯。所以喺經營百貨上咧，呢十年嚟講咧，我相信你可以同行都會承認咧係困難重重。我覺得香港最困難嘅時候係初初條小漁村嘅時候，咁經過呢100年嘅建立咧，已經係一個成為世界好有名同埋好重要嘅大都會。咁我對於香港未來100年咧，我係充滿信心。人生短暫，你應該懂得享受人生，同埋最緊要知足。如果你不斷都話我要做有錢有錢，咁你全日睇下呢一個人係人會開心，因為佢最有錢。第二嗰個夠曬佢一生物質享用，但如果佢係唔可以享受人生咧，我覺得都係唔值得。我爺國傳嗰陣時咧，15歲，1891年到啦，佢就去咗夏威夷做嘢，做咗5年嘢，跟住落咗去澳洲，到1897年就喺嗰度成立咗本安果欄啦。去到1907年咧，佢哋即係覺得時機成熟，就翻嚟香港就開永安公司啦。嗰陣時就叫做永安公司嘅。當時嗰個地址就喺皇后大道中167號。我仲有3個阿哥嘅，最大個阿哥就係永安集團嘅主席啦。第二個阿哥就係副主席啦。第三個阿哥係執行董事啦。自細以嚟啦，我哋屋企都冇，即係盡量係低調處理呢啲嘢嘅。咁我哋即係亦冇好，即係特登去話自己點叻。有陣時睇下香港有啲名門子弟出名係玩嘢嘅，啊，成日咁見報見勝，一陣又波場啊，一陣又點點點啊咁。有可能佢係好enjoy佢自己喎，亦有可能佢唔enjoy，我唔知啊。點解唔係話即係好似我係中意潛水，中意打魚。我哋最即係豐盛嗰個時期，一年嗰個營業額喺百貨度去到大約24億到啦。香港係一個生活水準好高好高嘅地方。我哋一般即係嗰啲租啊，同埋員工嗰啲薪金啊，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嘅。我相信今次即係自從1997年下半年金融風暴之後咧，一般人、一般消費者對於個價值觀念係改變嘅，係可以話得係將前嗰20幾年嗰啲思想冚唪唥改變曬。嗰啲銀得唔得？呢啲新嚟啊 ，Winnie 買嗰啲反應點？反應都幾好。但係今時今日你冚唪唥即係倒轉頭行嘅，就啲貨就要靚，要嗰個料要好，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要平。我相信最艱難嘅時間已經過咗啦，會唔會好似90年代初期，即係嗰啲咁嘅地產咁同股市咁蓬勃咧？我相信就唔會啦，但係即係會係經過一個好長嘅時間，同埋我相信都係唔係咁容易嘅旅程咧，慢慢爬翻上去咯。你喺香港咁逼仄嘅環境啊，或者寫字樓咁高壓嘅地方生存啦，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減壓嘅地方啊。點解你出海一望無際，接觸到嘅嘢係完全係100%係大自然嘅咯？我哋係好想企業化呢間公司。人生在世咁短嘅時間，點解要咁辛苦啫？你越做得多，你就越頭痛多，咁何必啫？
嘅成交咧有超過100億以上，買賣股票咧已經係成為香港人最熱門嘅投資方式。咁其實早喺1865年港府頒布有限公司條例之後咧，喺香港嘅洋行同埋銀行已經係開始發行股票集資。咁當時咧並冇固定嘅證券買賣場所嘅，咁往往咧就喺住所同埋喺公司嗰度咧係進行股票買賣。1841年，英國侵佔香港，唔少歐洲洋行遷嚟香港發展，民間嘅招股、認股活動亦都隨之展開。照我所知咧，就應該喺1891年開始就有第一間嘅香港交易所。就呢間香港證券交易所咧，就係都係外國人嚟攞，歐洲人嚟攞嘅。1891年，香港股票經紀協會成立。會址設在雪廠街，初期只有21位會員，而且全部都是外國人，華人只可以擔當二路經紀的角色。直至到1914年，香港經紀協會正式改名為香港證券交易所。去到1868年咧，就個股市開始旺，開始旺咧，咁一間交易所嗰陣咧，就係如果你話每日成交去到2000萬咧。已經係好多要做到夜晚成2點啊！咁一路繼續落去，去到1869年、1870年嗰陣咧，去到1869年中咧，就遠東交易所咧就開始籌備，就跟住到1871年3月咧，就到金文交易所成立。再過1年之後咧，就有一間九龍交易所，一路至到喺1986年咧，政府就將四間交易所合併。咁就成立咗而家呢個香港聯合交易所。我係38號，就唔係呢啲係中間位嚟，我喺呢度啦。香港會時代有冇女經紀喺裏邊咧？我就唔係好清楚。但係到咗遠東會開始咧，1869年就開始係有嘅啦。入行之前我是做主婦嚟嘅，我冇做過嘢嘅。1871年就有個間銀啦，當時個主席同埋啲委員咧就係我啲朋友嚟嘅，我啊同佢哋講話，喂，我攞個經紀牌做生意得唔得啊？咁佢哋話得嘅，你有資格嘅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我未做過嘢啊嘛，係有少少問題，但係我都可以克服。我認為話女人唔係唔做得嘢啫，係嘛？因為你嗰陣時真係要快而準啦，咁瞬息萬變啊嘛！咁嗰啲人客嚟話我要做乜做乜，咁你就要望下個黑板，那個黑板就唔係話咁近啊嘛，所以用望遠鏡。有陣時呢隻電話未完，第二隻電話又嚟，咁周時咧呢度掹低，嗰度夾住咧，就話呢度夾呢度寫嘅係要講做嘢嘅，咁冚唪唥電話等低，就嘣一聲就走出去啦。有時走得快咪鬥中咯，你中我中你，我都話我成日俾人中到體無完膚嘅，周身如黑嘅。我雖然是女流嚟噶，但係我唔會輸蝕過比啲男人好多。當日喺市場嚟講，我覺得係有2個、3個係快過我、叻過我嘅啫。我可以排第3、4名嘅啦。印象最深刻嘅係1973年，呢個我認為係一個最歷史性嘅，由1700幾可以跌剩154點。都係有啲幾乎係神經衰弱嘅啦，所以我喺到佢800幾點嗰陣時咧，我自己清倉。我1973年嗰陣時有佛夢攬住股價，之後我就冇啦。我而家成日都大夠瞓嘅，即無論佢我個天跌落嚟凍被冚，錢係可以去玩，錢係幾可愛，但係錢唔係萬能嚟嘅。有陣時親情、友情。你有咗錢，嗰啲塞咗去，冇得翻嚟。買咗一件咧，係橙色嘅綁帶嘅，頭頭攬住係做一件咁嘅衫，著咗一個禮拜之後咧，個市跌啊，咁後屘即刻換衫。點解換咧？佢話好似只蟹咁啊，殺索咗，綁住曬。做呢行係迷信噶。Yeah.
都唔簡單嘅。咁喺期貨市場呢度咧，每日都有好多人喺度買賣緊未來。未來係點咧？冇人會知道。咁但係如果要香港將來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咧，就一定要有一個追上國際水平嘅金融設施。咁同埋最重要嘅咧，就係要有一套完整同埋更新嘅證券條例。我哋目前香港係有九條法例係等我哋去監管市場嘅，其中最主要嘅就係證券條例。呢個條例咧係1974年修訂嘅，而家已經25年啦。咁呢過去呢幾，尤其是過去呢幾年咧，喺市場發生咗好多變化，電子化啦、24小時運作啦，同埋全球其實係一個市場，所以我哋係應該趁呢個機會咧，將所有嘅法例重新修訂。踏入下一個世紀，香港確實需要更完整、更適當的證券條例，而草擬中的條例將會包括5個重要的部分。重點內容，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在這個條例裏面，我們是會加上去呢，就是證監會的監管的目標和它的職責。監管目標是很重要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？作為一個市場的監管者，我們是應該公正、公平、公開和具透明度的，和有問責性的。另一方面，由于资讯科技发达，投资者日趋成熟，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多，例如电子化交易系统不单止是网上交易那么简单，所以对电子交易的适当监管是非常重要的。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发牌的制度，我们是会将它更加简洁，就是将来那个中介人士是会有一个单一发牌制度，牌里面就会清楚讲明它是可以进行什么业务，这个就会可以减轻他们那个监管的负担。除了发牌制度的改变，新条例亦都提议建立一个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，当有操控市场或者内幕交易等发生的时候，就可以由一个以高院法官担任主席的审裁处来到处理。目前我们的处分的方案就是，第一就是谴责，第二呢就是吊销，暂时吊销或者永远撤销的牌照。这个是两极的，因为谴责呢可能是不够，但是吊销或者撤销牌照可能是过于严厉，所以我们就提议呢再加上两个方案，一个呢就是民事罚款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吊销或者撤销部分的业务。对于建议制定的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，究竟业内人士又怎么看呢？做这些条例应该是越快越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现时证券的市场是转得很快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交易所合并将来也会上市，是商业化，在这方面有需要这些条例去配合的。随着聯交所啊，其他合併之後咧，唔排除咧，好似好多英美或者歐美國家咧，佢好似而家英國同德國咁咧，都有一個係股票市場嘅聯盟啊。咁話唔定日後咧，好似香港同美國都有聯盟，所以變咗咧有啲更嚴謹措施嘅話，又係有利嘅。如果做一個證券商人咧，佢絕對唔會話反對佢。但係問題咧，如果你話跟住外國嘅證券條例做咁樣，咁这个監管機構的處理方式是要靈活一些，所以我們是應該趁這個機會將所有的法例重新修訂、綜合和加上新的元素，等到我們香港有一個更加好的完善的監管架構，容許我們可以跨進下一個世紀。千禧年将至，本节目举办考眼光比赛，你估下呢个月30号恒生指数收市价系几多呢？估中嘅有机会赢得个人电脑组合一套，请联同个人资料传真或者电邮俾我哋。另外，有关今集嘅内容，
你记唔记得联交所系边一年成立嘅咧？答中嘅有机会得到一部掌上电脑，请尽快将答案传真或者电邮俾《投资本色世纪之旅》节目啦。